其实私底下有时候碰到小猪，或者是我们在其他场碰到，大家还是都正常聊天，所以并没有像他想的讲的好像恩怨情仇有多深。我请他不要再提了，因为他越提大家芥蒂越深。所以就是现在那个小迪，就是你们八队的实习生进来嘛。然后对，先起身。他被封为圈圈接班人，就会害怕自己的地位被。对啊。其实我没有特别想。圈圈还在，怎么会有接班人？又圈圈又不是得癌症。王仁甫破冰罗志祥，不要再提了，群群不怕被新学妹取代。中间再来紧张。饥饿游戏主持群一字排开，为其周年亮相。那你们薪水有涨？刚刚胡董有点了18下头，对。我们刚刚说加薪，他有一直这样点头，他有一直点头，一直不是。我们相信，对，是想应该加个10万8万不是个问题吧？日前王仁甫恩师晒出子弟兵，早点名要他别再和罗志祥闹不和。据悉小猪当年密谋跳槽，王仁甫为此替恩师不满，两人因此忍战20年。那仁甫跟小猪还好吗？我跟小猪很好啊，其实私底下有时候碰到小猪，或者是我们在其他场碰到，大家还是都正常聊天，所以并没有像他讲的好像恩怨情仇有多深。我觉得那是孙总他本身他有他自己的一些愿望跟想法，可是就我们来说，这已经是20年，都花时间快到了。我请他不要再提了，因为他越提大家芥蒂越深。是的。男友有给出？有。哇，其他吵什么？他生日快乐呀！有考虑什么时候要签下去吗？没有，就自愿意的部分。他很猛哎，他可以啊。所以今天标题就是花花愿意签下去。对，你说的。然后我们是签主持约，签主持约续约。有更晚吗？有在计划了。这花会怕吗？杨某春讲的好像他已经有了一样。没有，谢谢关心，谢谢，新年快乐。春有想要动吗？我有已经动了一次。对，但是真的，现在动了几个？大概10个左右，是今年的时候做的，但是有在计划要不要再去动第二次？应该说，他说我的数量属于中等。对，他说如果我想要更多的话，当然是保障一点，可以保障一点，但是不做也没有关系。因为我们节目毕竟是饥饿游戏，不医师好辣。就是现在那个小迪，就是你们八队的实习生进来嘛，然后圈圈就是对，先起身。他被封为圈圈接班人，就是害怕自己的地位。对啊，其实我没有特别想。圈圈还在，怎么会有接班人？又不是得癌症。说类型像，其实好像也没有到特别像，就是还蛮风格还蛮不一样的，就是他的整个人非常的浪漫风。我们队上来了六个人，都非常的年轻，然后他们就是很像7、8年前的我们，就是他们就在休息室啊，怎么样？就是很有活力这样，所以为我们的。所以你们现在都在休息室打麻将？我们就坐在那。啊！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！来，日本抽上去！三台，快点算钱！之前去日本有跟你留下红包。对，我们那个经典赛，觉得他私底下蛮强的，就蛮可爱的。就是我的强是指他是蛮可爱的，然后。他很瘦，就是他真的吃超少，就是他还蛮特别的。可是有时候你们两个红光已经是爆天花板了，画面太香。谢谢。